好，大家好，又到了金哲老师的速读时间哈。那一样订阅免费，从网址进入右下角有一个红色订阅字，按下去变色就完成订阅哈。那有的有比较那个，就是要输入账号啊，或是那个输入密码，那大部分都是按下去就可以进去。那这边可以对老师很赞许就可以按个赞。那如果要留言，滑到最下面。如果还有问题可以加老师的 LINE， 来的老师的 LINE 是什么 ？ID 是0918568516哈。那我们来看一下哈，咱们第二排差多少？一，这边没有二，再来什么？三四五，二五九嘛。但是这边有二，所以这两个都不能放二，这个当然放二。那五九这边有五，就放什么九嘛？那这边就放什么？五嘛，那有新增需要帮他那个九就九，这两个不知道哪个九哈。好，这边差哪两个？好，那我们先看一下这差哪两个？你看，这边一二三，是不是四跟八？啊，这边差多少？是不是三？对不对？啊，这边差一个多少？一二三，这个就四嘛。OK， 好。啊，这个呢，四杀下来，这个四下来，这个就是了。那记得连坐完以这个是，这个是，这个是，这个两个没有用。这个是呢，过来，这个是过来，这个是过来，这个三个哈。好，这个不要紧，再来杀上去，这个四杀上来，这个就是了。那这个差多少？一二三四五，这个是八嘛 ？OK。那这个什么？八杀上来，八下来，八过来，这个就八嘛。记得连坐完，再来扒过去，扒过去，那扒过去，哇，这个两个嘛，那不要紧哈。那这边扒过来，这边一个，我们看一看多少，一二三四五，还有七，这个九嘛。那记得有东西是不是要连坐完？九九九，这个就九嘛。记得连坐完再扒过来，这个九，哎呦，没有错吧？在这边嘛，找到这个九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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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九九也定过了哈 ，OK。好，那这个差一个，差哪个？一二三四五，没有六嘛，这个就放六嘛。那记得连锁反应哈，这个六杀过来，这个六杀过来，这个就六嘛。啊，记得连锁反应，这个六，这个六，好嘞，这个六，这个就六嘛，六也怎么样？定过了嘛哈 ，OK， 是不是轻松愉快？好，这边差一个，差哪一个？一二三四，是不是差五？就放五。那记得连坐完音哈，五就把它杀过来。这个五杀过来，这个两个不知道哈。这五杀过来，这个五杀过来哈，这个五杀过来哈。你看五杀过来，五杀过来，这个就五嘛哈。啊，记得的嘛，再连坐完音，它杀五过去，这个五过来，这个五过来，这个就五哈。OK， 那五有什么 ？Bingo 了哈。啊，记得怎么样？八杀过来。这个八杀过来，这个就八嘛，八，再杀下去嘛，这个八，这个就八嘛，八也丁果了嘛，再差一个哪个？一二三四，三嘛，没有三嘛，就放三嘛，那记得怎么样？连坐完这个三杀上来，那边这个差一个好了，可以把它写上去，是不是一没有二嘛，就放二，那记得连坐完这个二杀过来，这就是二嘛。那记得连坐完印哈，这个二再杀过来，那这个二过来，这个就二嘛，二也怎么样 ，bingo 嘛，这个差一个来看看，这个差哪一个？一二三，这个没有四，这个就放四嘛，那这个就放什么？三嘛，这个就放什么？三嘛，这个三杀过来，这个就放三嘛，这个就放什么？四嘛 ，OK， 谢谢大家。